工作一整天，最期待的就是洗澡。不过这个你最放松的地方，原来比起厕所可能更脏。很多人以为浴室中最脏，细菌最多的地方都源于马桶。但其实浴室一般都很潮湿，容易积藏污垢细菌。有研究指，浴室细菌最多的两个地方是浴帘与淋浴间地板，排第三的是牙刷柄。以上研究结果来自非牟利机构 Safe Home 的实测。该项实测在三个家庭的浴室进行了测试，是否有潜在有害的细菌，同时对比约500人使用浴室的习惯进行调查，以了解导致细菌数量增加的原因。厕所可能看起来特别令人恶心，但就细菌浓度而言，它们甚至比不上淋浴间。测试结果显浴帘和地板的细菌数量高得惊人。由于细菌喜欢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生长，而淋浴间几乎总是潮湿的，因此容易衍生细菌。淋浴间比起厕所更脏，更多细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浴室里的浴缸周围经常会发现霉菌的原因。研究又发现，相比牙刷刷毛，牙刷柄可能是细菌真正繁盛的地方。虽然刷牙时手柄永远不会完全进入我们的嘴里，但每次使用后也不会被冲洗掉。此外，牙刷柄与我们的手长时间接触，手本身就是细菌的主要栖息地。根据一些科学估计，人的每只手上都栖息着大约150种细菌。如何保持浴室清洁？值得一提，该实验指出，虽然水龙头和内门把手上的细菌比起浴帘或地板少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它们不加警惕，尤其是在公厕时。专家仍然建议使用非接触式水龙头，离开时用纸巾包着内门把手。而应对浴帘卫生问题方面，比想象更容易。浴帘两种主要材质为织布与塑胶，如果是织布浴帘，可将其从淋浴间取出，拿下所有的挂钩，用洗衣机的轻柔模式选择最大水量，用温水清洗。塑胶浴帘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清洗，悬挂在淋浴间，使用中性肥皂或稀释的醋作为清洁剂，以湿布或海绵擦拭，或是以漂白水清洗，有助于减少细菌和防止霉菌滋生。研究建议，淋浴间地板瓷砖间的接缝应该定期清洁，否则将面对让人头痛的霉菌问题，因为它们是细菌和霉菌的最佳栖身之处。而在家里穿淋浴时穿拖鞋，似乎是一种谨慎的预防措施。